都 fit 嘅。呢啲係老程專家咯，其實近期佢啲表現咧，場場都幾好嘅。咁喺上一次，咁啊又到尾場啦。今日我贏咗，今日我中咗兩個 win， 一個單 Q， 幾個 miss 咗嘅單 Q， 真係。即係如果我可以去瞓覺，不過我就想講埋佢啦。即係我而家中意咗呢個做 YouTube 嗰啲嘢，幾好玩嘅啫。第三班1650贏過嘅馬咧，就嚟12隻馬喺度咧，就有4隻馬啫。咁但係入個 Q 嘅有幾隻嘅喎，真係啊！入個第三名都有幾隻啦。俏芳華就唔使講啦，係咪呢只馬跑5次贏4次嘅，一次入 Q 嘅，咁你話點？呢個路程喎，1650呢只馬我中過3次啊！呢只馬上季已經中佢幾次幾十倍咁，突然間有一次9倍開飛喎，跟住落飛喎，就中咗佢。呢馬賭錢嘅呢一馬，即係啲團隊4號追風企足莫尼拉奇嘅又贏過啦，超脆贏過，盈科超影贏過，咁就入過 Q 嘅咧，就係有講有笑，同埋變數，唔係喎變數初跑喎，即係講緊呢個白鹿飛翔。12號仔白鹿飛翔跑得好嘅咧，就上仗咧就係1號、2號啦。2號啊 win 咗，1號啊跑第三。咁然後皇帝金嗱，即係皇帝金都入過 Q 嘅喎。皇帝金又講又笑，同埋呢個白鹿飛翔入過 Q， 入過第三就勝言1號，係咁啦。初跑此程就變數，咁啊1號。2號、5號、5號皇帝金、7號有講有笑、10號變數，呢啲上仗啊跑得上仗跑嘅成績好嘅。如果以呢個上名率嚟講咧，就係2號、7號，2號係100%上名嘅，即係係一嚇。7號係0.7上名未 win 過。7號叫做有講有笑，2號、7號、4號啊，4號咧就係叫做追風企足。以呢個勝出率嚟講，又係俏芳華喎，勝出率係0.8，咁即係冇得講嘅啫，唔係佢係直咁熱嘅喎，成績表。即係戰績標炳啊！呢個路程，咁啊二號之後就輪到4號、9號，2號、4號、9號，咁啊以近績嚟講又係2號、2號、10號、7號咁樣啊，2號、10號、7號有講有笑，因為7號成日出現喎，7號成日出現喎。我揀2號、7號，唔理啦，即係我哋啲今日贏咗啦，熱門唔怕啊，只加州一保都係1點幾啊，因為俏芳華熱到透曬啊，係咪？10號就初跑就變數，但係佢近績非常之好啦，上次贏上次第一前次第三咁啊。十一号嘅秒秒精彩啊！上次第五前次第一咁啊，即系都系好赛绩嘅。圣贤就好多人 tip 嘅，圣贤嘅上名率系0.33，但系未 win 过嘅。圣贤嘅近绩咧就系上次三前次六都唔错嘅，但我拣2號、7號。
咪主持就揀二五六七，我揀二七啦。五都几好嘅，五都几好。佢哋就四重彩就二胆多一五六七十一。主持啲成績今晚都係普通，即係一人揀一隻嗰啲咧，有時揀唔到 win 啊！即係Jenny 就二一九十一，二一九十一。一九十一，我揀二号七号，七号有十倍。二号个 win 就二点几，个位置啊得一蚊，一毫十一蚊，一点一。会冷会即系好分翻啲嘅，一间啊，因为今晚都赢咗几次啦，系咪啊？即系都 handicap 咗俾人，即系加咗榜俾佢。佢只五号皇帝金都唔错，一只马近绩第二，上次第二，前次第五。有零點三三上名，有一隻九號仔，好多人貼佢只叫九號仔，盈科超影都有零點二，零點二取勝率佢都有，係贏過嘅馬之一。呢只六號影住。超脆零点三七五上名零点零四胜出，有人揀呢只六号嘅话，主持有揀呢只六号仔超脆。佢二号同八号就有红绿灯，二号红灯，八号绿灯。加上个档又唔系话好好啊，咁但系我觉得只有讲有笑，其实都好即系好准成嘅马，虽然系难赢。嗯。咪莫雷拉就冇乜飞喎，追风继续啊嘛吓，一执到外档都完全唔同晒。似乎都系执埋喺只二号度啦，喺只八号见到。即系我觉得，如果搣咗只二号唔买，咁就去到。如果我啊，就买七号、五号啊呢啲咁啊。即系如果搣咗只二号去，而家只八号系咩嚟噶？八号绿灯，八号元朗之星啊，系咪啊？哇！咩嚟噶？八号仔元朗之星啊！周俊乐啊，咁犀利！周俊乐，文家良马房啊，元朗之星，正话呢个伟达好嘢，我一 Q 翻嚟，我整条千几蚊 Q 翻嚟，佢潘顿骑只热门，另外唔记得咗边个骑只冷门咁样啊。二號、八號啊，而家嚇有顏色。而家影住呢只咧就係二號仔，橙色黑間直間，深藍色直間啊，橙色就有條藍色邊咁樣啊，都幾靚樣。有彩衣啊，好似孭住條吊帶咁啊，都幾型啊呢個，係咪啊？好像條白褲孭咗條藍色吊帶咁樣啊，都幾有型啊，真係。
啊，呢个咧就似呢个大学毕业相嗰啲啦，即系整条唔知咩。而家就系二号、八号，八号元朗之星、文嘉良起飞喎，周俊乐啊，得唔得咧？吓，今次就换搬凳，其实系加强配搭嘅，咁不过当然啦，今次有强手啦，个档又。八号仔仲喺度落紧飞，不过呢、這个呢只马跑两次落地喎，呢、這个路程。上次跑第十，前次跑第七，咁如果你真系赢咗出嚟，我读马经读唔到喎，呢只十一号而家有啲绿灯，十一号咧就秒秒精彩，几好噶呢只马。咁就跑一次。就一次落地跑咗一次啫，咁就上次第五，前次第一，咁呢啲落飛就都有個譜啊，係咪啊？秒秒精彩，告東嚟十一號，二號仔而家就有2.1，有1.2位置，佢1.2位置都幾好賣喎，真係啊，買10,000蚊，有回購，有輸咗啊！嗰啲買得多嗰啲又會有回贈喎，所以啲買得少嗰啲可能有啲派彩就即係唔夠嗰啲買大嗰啲人計嘅真係，即係譬如你好你誒買三隻咁樣，其中一隻中咗一個 win 咁樣，其他嗰兩隻有10%俾翻你喎，咁你嘅派彩率就高過人哋嘅話，譬如我買三隻同佢一齊咁買細馬細注馬嘅，咁我得翻嚟嘅回報同佢哋得翻嚟嘅回報就差咁絕嘅。咁而家哇，綠燈紅綠燈勁多，而家1號、2號、8號、11號、1號、2號、8號、11號啊！呢只二號仔係可以後上嘅，呢只二號仔。何澤耀，但何澤耀今晚好靜啦，何澤耀潘明輝都好靜啦。1、2、8、11，而家有紅綠燈。今日較早時喺跑道真係只白鹿飛翔啊！係啊，去到尾場先至啊。Jenny 揀啲馬，只只綠燈紅綠燈喎，1號、2號、11號嘅紅綠燈。都已經亮起啦！嚟到今晚嘅尾場第九場，三有講有笑，贏科超影順利。再嚟埋去呢，就係、是、皇帝金入埋超級綠洲追風企足，呢啲跑慣跑熟嘅馬入閘都好順利嘅。一號馬勝然嚟到83蚊。好啦，大半嘅馬已經入咗，跟住大熱門俏芳華、白鹿飛翔、聖賢，另外元朗之星以及係超翠呢亦都準備入閘啦。好啦，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噃，交曬俾你啦，浩然。等埋一檔嘅超翠，全部馬匹準備妥當九場賽事三班嘅1650米頂頭熱門二啊，準備。好，嚟一跳出嚟，大家都平排出閘嘅。前面花啲嘅馬，見到埋面位置秒秒精彩啦，中間黑衫啊變數啦，咁再見到外面有講有笑，中間63元朗之星、內欄白衫白帽係超脆啊。但係跟住個第六位係聖賢啦，接咗入去啦，橙衫咧就俏芳華響第七啦，外邊追風企足啦，皇帝金都好有心機喎，接咗入去內欄尾四嘅，跟住俏芳華嚟跑啊。咁啊後邊三隻贏科超影、粉紅眼罩尾二係超級綠洲啊，咁啊起步縮咗喺後邊先，係嗰只咧白鹿飛翔嚟噶。接近對面直路頭咯，前面放頭嘅馬係嗰只秒秒精彩嘅，變數就緊隨第二啦。第三位嘅馬係有講有笑啦，第四仲係超脆啊。六三第五位元朗之星內欄橙衫啊，跟住個第六位嘅馬咧就係呢只俏芳華啦，出邊咧就聖賢啦，後多陣追風企足啦，內欄紫色衫，尾四位置係皇帝金啊，後邊三隻贏科超影啦、粉紅眼罩、超級綠洲啦、白鹿飛翔都開始慢慢喐手啦。好啦，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次序上。
上喐动都唔大噶啦，秒秒精彩就摆咗喺前面撒开大步肥啊！跟住第二位就有讲有笑啦，变数咧就喺呢个内栏嘅第三位啊！再见到外边位置追啦，咁啊有呢只超脆啦，拱埋嗰只咧就元朗之星咧就出埋去啦，后边嗰阵啦，咁啊中档位置朝方华响中间等紧米橙衫嘅，蚀翻入去追，揈咗出去嘅马有圣贤啊，赢波超影，斗到嚟最后三百零米啦，透出嘅马咧就有讲有笑，埋边穿上嚟系超方华，大我到圣贤上紧，中间秒秒精彩又未散啊，最后一百米到超方华赢紧噶啦，跑第二名系嗰只有讲有笑。嗱，今晚真系好够运啊！嗱，又单 Q 命中啊！嗱，二号、七号啊！同埋二号、七号啊！点解咧？因为只七号仔系二号之后上名率系零点七嘅，即系一号系一，唔系即系二号系一。七号是零点七，你说是不是要买它呢？是不是上次第二前次第二，那就是近即标炳，是不是有讲有笑啊，叫做二号七号啊，几好啊，真的。今晚是 很例外啊，从来都没有，即是从来都没有一晚中两个单 Q 啊，好少啊，真的。二号、七号、十一号、十号，呢只何泽尧啊，真系好够运，我觉得佢即系嗱，佢就留住啦吓，一出嚟就睇住佢，好明显想留住啦。出边系去唔到，埋去内栏啦，都 OK 啊。只马系超少少嘅喺呢度，咁而家第七名啊，有条栏。咁啊，只七号仔字喺前边已经系第三四位啦，而家已经吓，啊只七号仔已经喺第三位啦，只七号仔叫有讲有笑，秒秒精彩喺度，喺大头变数，有讲有笑，嗰啲落飞嘅元朗之星啊，嗰啲唔好理佢啦。朝方华而家喺第七位，喺个落有条栏嘅，佢占咗条栏嘅。咁啊，只叫做咩啊？有讲有笑，而家进展到第二。咁就七号仔而家喺第二啦，拍上嚟第二名，转正直路嘅。咁就俏芳华而家都好狼狂噶，真系啊！走入去。有條啦，俾佢望空咗，我咪鬥衝啦。咁只七號仔就同佢一齊上啊，嚟到呢度咁啊，長者知道有機會啦，係咪？二號、七號啦，唔知有冇一百蚊過一百蚊，有啊，143蚊都幾好啊。二號、七號，幾好啦！今晚一個即係。好多人都中到噶，啲二號呢啲實中到啦，巴打嗰啲又買到噶啦，應該一保啊嗰啲咁啊，加州一保啊啲，好多人都中啊，今晚呢個加州一保落嚟呢個孖寶咧，就應該係好多人中啊，好多人中啊，好啦，又跑完啦。